你下去看看。放东西啊！你还是离阿飞远一点吧。你觉得我欺负他了是吗？我可是在帮你哎，本少爷我不干。我记你一次，老弟啊，一个不足挂齿的小费，不至于，不至于的啊。你来干什么？赶紧吃吧，还算你有点良心。你是不是没有在听我说话呢？怎么可能，方少爷，我也六文一二，是吧？愿赌服输。别笑了，什么好笑？算了，我还是去杀人。哎，我陪你去。你也算是我行走江湖交的第一个朋友。我不希望你有危险。小红书。